这间休息室里至少有三支枪对着我们。在哪儿？我怎么看不到？这些人的名字叫狙击手，隐藏自己是他们最大的本领。虽然现在我还无法说出具体位置，但却能够清楚地感觉到他们就在这间屋里。现在该怎么办？我能相信你吗？这什么意思？能相信你吗？当然可以。这枪你拿着，带着橘子躲到柜子里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要出来。好。休息室里至少有三到四个狙击点，上面有鸟巢监视，因此卡住了室内的各个方位，我们只要露头就会没命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必须要找到鸟巢。什么叫鸟巢？狙击手把能够控制被狙击地形的制高点称为鸟巢，在鸟巢可以看到被狙击地形中的任何情况，因此对于标靶来说，鸟巢是最危险的。现在我们就是标靶。是的。你能找到鸟巢吗？在这间屋中布置狙击点的是一位高手，虚实结合。刚刚我只探出两个明点，敲掉一个，还剩一个，可暗点却一个也没有暴露，就更不用说鸟巢了。也就是说，现在我们被困在这里，出不去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也要试一试。一会儿我冲出去，吸引对方的注意力。你带着橘子迅速离开这里，藏到东墙边的休息床下。不行。现在所有的枪口都对着这里，你不能出去，太危险了。不用担心，照顾好橘子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。Thank you.
哭什么哭？再烦老子宰了你！怎么才响了两枪就没动静了？怕什么？他敢来，咱俩就杀了这两个女人。这就没命了。你？是的，我。没想到吧？让你站起来！我说过，他伤得很重。我再说一遍，站起来！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？因为你太厉害，我怕一不小心就没命了。究竟是什么人？我现在可以对你说实话，我是光复社的特工，代码一号。什么？你是光复社的人？正是。你一直在欺骗我。没错。他是为了救你，才冒了生命危险。想不到，想不到！你给我住嘴！再说话，我一枪毙了你！别冲动，他受了重伤，对你没有威胁。我最讨厌有人用枪对着，可却总有人这样做。你知道，我并不想这样，是你逼我的。到现在为止，我连你的真实身份都不知道，怎么会逼你？你马上就会明白。你手下有这样的得力干将，心情一定很好吧？哼，我一直不确定他是否能够征服你。现在看起来，我的担心是多余的。于汝平没有让我失望，你最终落入了我的手里。但说句实话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竟然能够在那样的情况下逃生。我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。不，你说错了，不是逃生，我从来不会逃跑。应该说，我杀死了你手下那些想杀死我的人，不是吗？哼，的确如此。几十名专职杀手，竟然连一个人都对付不了。直到现在，我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事实。说句实话，用这种方法将你制住，
令我感到耻辱。我早就说过，他不是好惹的。看起来我应该相信你的话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小渡会歌舞厅又回到你的手里了。哼，还有那块模板，你把它放到哪里了？如果我告诉你，还能够活命吗？我答应你，只要你说出模板的下落，就放你一马。我师父曾经对我说过一句话，不要制造自己解决不了的麻烦，也不要许下无法兑现的诺言。哼，你不告诉我，一样无法活命。狗，我能不能这样理解，那块模板对你们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，是否拿到它是无关紧要的事情。你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，我的意思是杀掉我们仍然可以找到模板。是这样，所以我劝你识相一点，趁早交出模板。我说过放你一马，此话一定算数。看起来那块模板对于你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，否则你怎么会如此大方？如果调换一下位置，你落在我的手里，我是说什么也不会放过你。是的，模板在你手中可以说没有丝毫用处，只会给你惹来杀身之祸，但在我手中却能发挥无穷的威力。这也难怪你为什么要这样兴师动众。模板在哪儿？不要着急，你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吗？等待的人会有好东西。这样，我答应你，一定会让你知道模板的下落。怎么，不相信啊？哼，放心，我说话一定算数，你会满意的。好吧，我想你是个聪明人，会明白厉害。当然。哼，好极了，我最愿意与聪明人打交道，能省很多力气。我也是如此。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力量，准会吃大亏。这句话终于用在我的身上。看起来从火车车厢到南江西路的顶昌里，你的出现都不是巧合。不错。如果我所料不错，你是为了那块模板吧？是的，它是从我手中丢掉的，我当然要亲自把它找回来。从你手中丢掉？正是。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？我明白了，在火车上，你奉命与五号包厢的中年男子接头，取回模板。可没想到的是，火车遭劫，送货人被杀。当时车厢中发生了激战，一片混乱，你根本无法靠近五号包厢，就更不要说与中年男子接头将货物取回了。
于是你趁双方激战之际躲藏起来。事情是这样的吧？不错，我在里面等了很长时间，终于车厢内安静下来，于是我从床铺底下爬了出来，来到5号包厢。是谁？我是乘车的旅客，我叫于如萍。是旅客。我当时就断定，黑色手提箱一定是被你藏了起来。你的判断非常准确，那块模板就在我手里。只是有一点我不太明白，除了光复社，还有什么人有这样的能力，竟然能够武装劫持火车？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你吧。劫持火车的那些枪手是四海鸿门会的部下。四海鸿门会？是的，这些人与我们的目的相同，是由被打散的国军弟兄和红帮子弟组成，他们的势力也很大。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个组织啊。那是因为他们总是打着我们光复社的旗号行动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些人似乎也在寻找那块模板。看起来我在无意之中竟然拿到了一个抢手货。你继续说吧。回到滨海之后，我一面将详细情况向社长汇报，一面继续追踪你的行踪。从那时起，我便如影随形，一直追踪你的下落。我亲眼看到你被押进财委会，没过多久便关进了南市监狱。就在我感到绝望下令停止追踪的时候，你竟然越狱逃走，这令我有些措手不及。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才再一次找到了你的踪迹。那时你在顶层里8号租了一栋小楼，于是我便搬到了你的隔壁。一切都是预先策划好的，你可真是处心积虑。看起来我家中2次奇怪的被盗也是你的杰作吧。是的，起初我想你并不知道模板是做什么用的，应该不会特意隐藏，于是我与手下趁你外出之机潜入你的卧室中查找，却没有找到模板，这令我感到非常奇怪。于是几天后我再次趁夜进入你的家中全面搜查，却仍然没有找到模板的下落。可笑，我还特意赶到你的家里聘请你来做我的会计师。对不起，我并不想骗你，但行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。当时我想也许你会将模板藏到歌舞厅的办公室中，于是便假意答应做你的会计，以便伺机进入办公室查找模板的下落。
想不到机会就出现在第二天，我们在东市遇到杜马的袭击，我和小景帝先返回歌舞厅，进入你的办公室。九头，九头去哪儿了？玉姐，你先坐会儿，我去找九头。好。我在保险柜里没有找到模板，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将这件事报告给了上峰。当天夜里，杜马来到我的家中。是的，社长收到了你的传信。哦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姓燕的似乎很喜欢你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如果你要是被绑架了，不知道他会是什么反应。于是我们定下了这条计策，利用你对我的感情绑架我，将你引到浴室，在这里设下埋伏，逼迫你归还歌舞厅，交出模板。哼，说得好，利用我对你的感情，这可真是条妙计。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我到来之后情况失去了控制，于是刚刚在休息室中杜马找到了你。常常能够做到男人做不到的事情。怎么样，我说的对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很多人都说
我脑后有眼。可惜啊，你脑后的那只眼睛没有发现于如萍是埋伏在你身边的卧底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模板的下落了。不，应该说你们的故事讲完了，我的还没有讲。哦，你还有故事？是啊，人人都会有自己的故事，而且这个故事与你最关心的模板紧密相连，不知你是不是想听一听？我在听。从哪说起呢？还是从被劫火车的五号车厢说起吧。老鲍、阿六、老李，我找到了，我找到了，快去向大队长报信。来，你是谁？你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吧，从外边走比较近。当时事态紧急，我并没有多想，便将箱子藏在了车顶上。然而大约20分钟后，当我再次进入五号包厢时，却发现于如萍正在那里寻找什么。虽然他告诉我自己是普通旅客，逃过了劫匪的搜查，跑到这里藏身，但我却并不相信他的话，因为一个没有受过训练的人根本无法逃过劫匪们的搜索。于是我断定他在撒谎。也就是说，你早就发现了他的身份不同寻常。是的，但我却并没有戳穿他，我想要看一看他究竟要做什么。我能够理解，被一个女人制住，这一点对于你这样一个有着非凡胆识和身手的人来说确实很难受，但是用这种方法找回面子是不是太幼稚了啊？听我说完，相信我的话，你一定不会后悔。后来我被送进了南市监狱，在这期间我几乎将这件事忘记了，然而当我越狱逃脱后，竟然在顶昌里巧遇了于如萍，这件事足以令我本来放松的神经再一次紧张起来。我立时想到了那块仍然藏在火车车厢中的模板，联想起于如萍在火车上的行为，我断定他一定是为了那块模板来的。于是我连夜潜入滨海北站，找到了9号车厢，从车厢顶部的气窗中取出了那只黑色皮箱。果然2天以后，我的家被盗了。小锦帝觉得很奇怪，这个贼为什么只将卧室翻了个底朝天，而不翻其他的地方。我心里很明白，所谓的贼正是住在我隔壁的这位神秘的女士于如萍。然而直到此时，有关他的判断还停留在猜测阶段。当时我想，他没有找到模板，一定还会再来。为了证实我的判断，我在2楼的窗前撒上了一层细细的炉灰。
果然，几天以后，贼再次光临。他们走后，我仔细检查了窗下的炉灰，发现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上了一对脚印。清楚的脚印啊！那是一双女人穿的亚花平底鞋，花纹是水波形的。你真的？这还记得？正是那天晚上，我突然去到你家里。谁呀？燕双鹰。哦，来了。好，我还以为你不在家，正要走呢。我刚刚在楼上看书，请进吧。当时我去得很突然。你应该是刚刚回到家中，甚至还来不及换掉鞋子。在门前说话时，我注意观察你脚上穿的鞋，那是一双绣花布鞋，看大小与炉灰上留下的脚印相仿。不错，我穿的正是那双鞋。那一瞬间，我真希望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，这一切不过只是个误会。然而事实就是事实，永远无法更改。今天早晨，九头告诉我你被人绑架了，我立刻赶到你的家中。当时我对现场进行了仔细的勘查，发现屋中所有的痕迹都是特意做出来给我看的。哦，有意思，我倒想听听这到底是为什么。很简单，从客厅到卧室的情况来判断，绑架过程中定然发生了激战，这才致使凳倒桌翻、被褥落地、暖瓶瓷器砸得粉碎。试问，以你杜马如此高强的身手，要绑架像于如萍这样一个弱女子，需要进行一场近乎毁灭的激战吗？不错，这一点做的确实是有些过分。而卧室中梳妆镜被砸的痕迹，更是证明了这一点。镜子是中间一点被击碎后向四周扩散而致碎裂，显而易见，有人用肘部狠狠地撞击镜面中央，这才致使中间一点粉碎，而后向周围呈扩散式破裂。这与打斗中常见的撞击之下散碎式的破裂有着根本的区别。于是我得到了一个结论，发生在于如萍家的绑架案不过是一场策划的并不高明的拙劣表演，而放到立柜下的那双绣花布鞋彻底打碎了我仅存的一丝幻想。这鞋有什么好看的？最终我证实了自己的判断，你与杜马一样都是光复社的成员，只是你们的任务不同。杜马是要杀死我，夺回小都会歌舞厅，而你的任务则是
寻找假钞模板的下落。成风好去长空。